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非常喜欢的齐哥。又到了一年一季吃南瓜花的季节了，这片是我丈母娘种的，摘点南瓜头和南瓜花回去做菜吃。一到夏天，这个知了啊，那句歌怎么唱的？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，我想不起来什么歌了。我们摘这个南瓜花啊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，不要去摘雌花，雌花摘了就不会结南瓜了。吃的时候啊，最好吃这个雄花。大家看一下，这种就是雄花，雄花这个地方没有凸起的部分，是不会结南瓜的。这种就是雌花。花还没有开，这个南瓜已经结出来了。好了，已经摘了很多了，再摘的话，丈母娘要不愿意了。加点面粉，加点盐，十三香。搅成这样的糊，我们开始煎煎饼。把这个饼摊平，小火慢慢让它煎。两个孩子下了辅导班回来，一直就喊着饿，先给他们做点煎饼垫个底儿。哎呀，旋律还瘦了。哎，姚青，你们两个平常没有？上。那你们活儿进来没？在学校那个老师不让你吃饭，回来就喊饿。先上吧。这有点少数。刚看不出来。那边来拿个小块儿。哎呦。那在网玩是不是吃了有点，稍微有点甜？嗯。那外面行不行味儿？好吃。先垫着吃，一会儿再吃饭啊。是不是三天不让你吃饭了？